放鞭炮，震天响！今年四月，南投这间财券行开出了9.5亿大乐透，两注评分头奖，其中一注就开在南投埔里。不止头奖喜悦，老板更达成了人生里程碑，因为从106年起，店里搜集大乐透、双赢彩、威力彩、头奖大满贯。财神眷顾吧！<笑>有钱就买一下，买一下，买一下吧，然后所以中奖的几率就很高啊。 店里列出历年来的头奖记录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有多旺。106年大乐透头奖2.17亿，接着隔年又中双赢彩，金彩539头奖还中过两次。今年四月成功搜集威力彩，财经高达4.75亿，创下5度5关开奖记录。我们这里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邮局，所以我们大埔里的财库都汇集于这里的邮局里面。我们隔壁又有酒厂。 以及加油站，感觉是火力很旺。原来彩券行对面过个马路就是邮局，代表了大大财库，加上南投埔里四处环山包围，把钱通通汇集。民众说，地方上老人家不少，没事就喜欢买个彩券试手气。埔里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买气很给力，头奖几率自然拉高，也成为全台第一间获得头奖大满贯的彩券行。记者曾伟翔、杨正武、彭欣，南投报道。